王倩竟和超联4月18日和大陆男星窦骁举办盛大浪漫的世纪婚礼，受到大批粉丝的祝福。她后来也在社群平台分享一系列结婚典礼当天拍摄的照片，每一张照片都散发满满的粉红泡泡。今日迎来32岁生日的她，则是在新婚一个月之后，在社群平台分享一段逗趣的影片。影片中，她的脸上套用可爱的滤镜效果，跟着轻快的音乐比出各种俏皮的手势。特别引起众人讨论的是，影片中的她身穿白色上衣，搭配宽松剪裁的蓝色牛仔吊带裤。不少网友看到影片后，除了大赞她好俏皮、好可爱，也有不少人觉得她的样子散发满满的韵味，纷纷好奇她是不是已经怀孕了，在网上掀起热议。